现场的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啊分数的核对。要问师傅呢？哎，好了，那请我们师傅们又找一下。鲜鱼和吃的项目的场位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数指一下。要玩这个。比赛现在进行开始。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那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的。哎，这个火候怎么评判？火候还是要评判。谢谢你们出。